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我们这里是奥特曼传奇英雄。很久没有玩无限挑战了，我们去试玩一下无限挑战。这次我们玩钻石挑战，不知道瓜牛哥的运气能不能赢呢？啊，点错了啊，应该要说一下，说到无限挑战这里啊，我们先来玩一个50钻试试水，看一下是输还是赢。神，其实瓜牛哥在这里很想输啊，很想输，输了我们就去搞一个1000钻啊，说不定就可以大赚一波啊，赚的发大财。亏了也不怕啊，亏了也不怕，有材料嘛。但是我更想得到钻石，看一下啊，是赚还是亏？亏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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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亏。好的，出来了啊！哇，12倍，这没得玩了啊，各位朋友们，这个没得玩了。这个你再去玩其他的，估计要输得很惨。那我们就只能多玩几次50钻喽。来吧，黑暗扎基。走。这一把应该是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输啊，应该是输。上一把倍数太多了，直接12倍，这谁伤得起啊，谁受得了啊，不可能一直赢啊，不可能一直赢。你看见了没，上次12倍，这一次直接 0.1 倍，砍死你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继续50钻，继续50钻，再走一波。这里是欧布奥特曼，这一把怎么说，赢也不会赢太多，输也不会输太多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的，直接最后一击秒杀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是输是赢。看见没，朋友们，看到了吧？又是 0.1， 这个原理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都连续赢2，而且还赢很多倍。这直接给你个最高倍12倍600钻，你说你后面还能赢吗？好的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